い、大家好、我是露ちゃん。今日も動画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次影片就是我跟文当的放风记录。那因为我们两个呢，就是没有后援，就只有我们两个平常来顾。那现在是日本的黄金周，日本的黄金周差不多都在五月，是除了过年之外最长的休假，所以日本人很多会在这个时候出去旅游。那我跟文当以前还没有马吉的时候也是，但是因为现在马吉还小，就不方便带他到处跑。但是我跟文当真的很累，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这一次要去住个三天两夜的产后护理中心，就可以让他们照顾马吉。那我跟文当两个人可以好好的去逛个街，去约会休息。那因为他们这里也有提供餐食嘛。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把马吉交给婴儿室，那我们不用像在家里很紧张的吃饭，可以好好的享受餐食。那现在呢，我们已经 check in 了，房间已经被我们弄得有点乱了。那现在马吉呢没有放在婴儿室，我们还是有跟马吉玩一下。马吉现在心情超好的，你好开心啊，爱的可爱的小妈妈，妈妈，爸爸的妈妈的小宝贝，害羞。真的真的，你好害羞，好可爱呀、哦！妈妈，你好可爱呀、哦！妈妈，妈妈，我最喜欢的。哇，在找妈妈哦！你在找妈妈？哇，你在找妈妈耶！看一下，哇，找妈妈哦！すごいね、追跡大好きだよね、この子は。好，那我们两个今天呢，就是要在产后中心好好的放松，然后明天要去 shopping mall 逛街。马吉现在在看这个相机，好可爱。明日はね、久々の二人のデートです。对，这真的是只有我们两个，真的很难得。那我们两个打算在 check out 那一天呢，再带马吉去 shopping mall， 因为那里有卖一些小朋友的东西，到时候我们再拍这影片。爸爸とママはちょっとデートするね。いいよね。いいんだ。ありがとう。马吉。加油！啊！墨迹，墨迹。因为今天是儿童节，所以他们的午餐就是儿童节特别套餐，超酷的。这是日本儿童节的时候，他们准备给小孩的卡布多尔做成炸物，然后跟豆皮寿司，还有一个很可爱的鲜贝，还有其他菜色，就有点豪华的感觉。哇，要这样好好吃一顿饭，真是超级无敌难得的事情。ルちゃん、タケノコ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よ。え、本当？めっちゃね、コリコリ。超级可爱的、好用心哦、这种小饼干。青太郎跟恶鬼的鲜贝。ここのご飯めっちゃ美味しい。味付けがね、絶妙。美味しいよね。本当美味しい。そう、10時とかね、そんぐらいまで仕事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すごいね、今リフレッシュできて、また仕事頑張れそうだなって。まあもちろんね、育児も一緒にやっていきますけどね。刚才要讲说，按的育儿呢，我那边发现不对劲，赶快补一句说，还有育儿。あ、言われそうだなと。でも本当に家だとテレビも見れないしな。そう、なんか餅が寝ちゃったら起こすの申し訳ないからテレビも見れないし。あと悲しいのが、俺とルーちゃんがお風呂入る時って餅が完全に寝てる時だから。起こすの申し訳ないなってので、めっちゃそろりそろり入るんだよね。まあでも楽しいです。それを上回る可愛さだから。这家月中也有按摩椅，文章现在来按摩。其实这家月中我觉得蛮像台湾的感觉啦。可是吃饭的话，他们还是统一是在餐厅吃，台湾应该都是送到房间。那他们这里也有提供 head spa 或者是按摩，我想说我去做个 head spa 好了。虽然我今天早上才洗头的，但是还是做一下。耶、yeah, ，好开心哦！我做完头部按摩了，天哪，超舒服，我整个睡到翻掉。気持ちよかった。超気持ちよかった。よかったじゃん。文太もちょっとスイートタイムを過ごしてたよ。哇，这样看马吉头好小哦。我们在马吉醒着的时候，还是尽量把它放在房间，要喝奶就再送过去。宝贝，你看镜头呀，你好可爱呀、啊。因为按摩真的太舒服了，所以文当说他也要去。文当本来没有要去的，可是因为我一直狂推，所以文当决定他也要去。そんないいって言うなら行くよね。じゃあ俺もちょっと行ってきます。因为这家月中它本身是在一个商业设施里面，那里边有书店，我们想说来买一个绘本给马吉，当作是这次带他来这个月中的纪念。这本绘本在日本蛮有名的，叫做《金鱼逃走了》。俺もこれうちにあった。これね、可愛いんだよ。金魚逃げてさ、隠れてんの。
キャンディーの中とか。本当だ。でもそれを探すのがすごい楽しくて、ここにいるとかね。うん。それをね、なんかお母さんとやるのが楽しかったね。因为我们发现马奇非常喜欢像桃太郎啊、三只小猪、小红帽这种故事，所以想说就可以买这种很简单的，就念给他听。我们决定买一本桃太郎跟一本十二生肖的书，念给马奇听。持ち前桃太郎の話した時めちゃめちゃ興奮してたよね。嗯，每次讲到一些很兴奋的地方，马奇就会舞动他的双手跟双脚，超可爱的。可愛いねとか言ったら，みたいな，めちゃ可愛かった。晚餐时间，晚餐是竹笋炊饭、炸竹夹鱼，还有很多日式和风小菜，看起来超好吃。公公把红包丢去。山から戻ったおじさんも大喜び。こりゃ食べるのがもったいないくらい大きいな。桃がポッと割れました。こういうふうに切ろうとしたら、まさかポンと桃が割れました。そうだね。そしておきゃー！いつものチモみたい。なんと桃の中から赤ちゃんが出てきたのです。桃見てるねカメラ。桃太郎さん、桃太郎さん、お腰につけたきびだんご。一つ私にくださいな。桃太郎、あなたも桃ね。我记得桃なんだけど。好，大家，那现在我已经卸完妆，准备要睡觉了。真的是很久哎，很久哎，很久哎，只有我和文当两个人时间，还有我自己的时间，真的是超级感动。いや本当なんか二人で久々にデートできてすごいね、開放的になりました。もう明日もっと楽しみ。明天我们两个要去逛ララポート，因为我们以前很爱逛那种 shopping mall， 可是自从有了马迪之后呢，就是很少出远门，所以都没有去。所以明天真的超期待，我要尽情的买东西来发散我的压力。明日ね、柯南も見ますよ。对，我明天来看电影，因为每年呢都会去看柯南的电影，就是可是想说今年我马吉应该很不方便去看，因为我们这次黄金周就是躲过来这里，所以我们两个就有时间可以去看柯南了。二人で手つないで歩くだけでなんか新鮮な感じだったよね。あ本当に本当に。しかもちょっとドキドキするんだよね。そうそう。なんかちょっとね気まずい雰囲気になる。あわかる。久々だから。付き合い始めたぐらいのあのカップって感じ。そうなんかね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かったね。この気持ちを思い出させてくれたのも。我吃了我看给了呢，谢谢宝贝马吉啊。那因为我刚卸完妆嘛，现在其实脸的感觉就还蛮干的。那这一次呢，我特别带了我最近超级喜欢的面膜过来敷，就是 Dr. Shuang 的微分子气泡拉提面膜。这一款面膜真的超特别的，对，我就想说一定要把它带来，就来享受这一段很清闲的时光。这款面膜呢，我很多日本朋友都在用，在日本呢非常的有名，也很有人气。那我身为一个非常非常热爱面膜的面膜狂魔，怎么可以错过呢？我之前试过一次，就很喜欢他们面膜敷起来的感觉，所以我们家现在呢都有常备一盒。这款面膜敷上去呢，会产生很清爽的维他命微分子气泡。维他命微分子气泡可以让肌肤深层的污垢浮出来，去除角质，也可以预防痘痘。因为它敷上去的感觉真的跟一般面膜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这个面膜呢，一盒里面总共有五片，而且它每一片都是独立包装的，非常非常的卫生。那我们来准备敷面膜。那包装拆开之后呢，可以看到上面有满满的精华液。面膜纸打开之后呢，大家先对准眼睛还有嘴巴。然后再调整额头，还有鼻子，还有脸颊的部分。接下来就是这一款面膜跟别的面膜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有耳挂设计的，所以呢可以这样子挂在耳朵上，有小脸拉提的效果。我超级喜欢这种设计，就除了有小脸拉提效果之外呢，我觉得有整个脸完全被包覆的感觉，很有安全感，很舒服。然后是这个面膜第二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维他命微分子气泡的产生，真的超级神奇的。有泡泡产生真的很酷，大家看，满满的泡泡，超舒服的。你们看，哇，真的很夸张，这个泡泡超多的。它就是会自然的产生哦，你一开始面膜拿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泡泡的，然后很神奇，真的是你一敷上脸就会开始有那个刷刷刷刷刷刷声音产生那个泡泡。我觉得敷这款面膜呢，真的超像在做 SPA 的。我通常呢是会在想好好放松，好好的犒赏自己一天很累的辛劳，或者是隔天有重要活动的时候会敷。那可能会有很多人在意香气的问题，它的香气呢是柑橘还有马鞭草的味道，就闻起来是很清香的感觉。我真的觉得这泡泡感觉超酷的，我超级喜欢边泡澡的时候边敷，因为
为就是真的有很宠爱自己的感觉，他们这一款真的是超特别，我觉得有做出跟其他面膜不一样的差异性。好，那差不多敷十分钟之后呢，就可以把面膜拿下来，因为脸上可能还会残留一些泡泡，就是用面膜纸这样子对折一下，然后把剩下的泡泡擦掉就好了。那这个呢，就是不用再另外洗脸了哦。那大家可以看肌肤状况，看接下来我要上其他保养品。我自己也是看状况，有时候我会继续擦化妆水跟乳液那些，有时候不会。我每次敷完都觉得脸很保湿，但又很清爽。而且有一个我自己很惊艳的是，隔天早上起床之后皮肤超亮，而且化妆呢妆也很服帖，不太会脱妆。现在这款面膜很容易在日本的通路买到，像我自己上礼拜有去药妆店 Sakuraga 买东西，就有看到在卖他们的面膜。那个时候我又买了一盒回家囤货，很推荐大家来日本旅游的时候可以买回饭店敷，为隔天的行程做准备。那除了自己用之外呢，我觉得也很适合当土产送给家人或是朋友，相信没有女生收到这个会不高兴吧，就真的很特别面膜，推荐给大家。好，那我现在准备要去睡觉休息，来，明天要去好好的逛街，那大家晚安。大家早安，现在我跟文当已经来到了拉拉波多，就要来逛一下。哇，我今天其实只想看一家，就是随口，其他话就是随心情逛这样。ふーちゃんは今日何見たい？まあ最近服見てないか、服見たいかな。いいね、服は。あと持ちのものもちょっと見ようかな。跟文当来逛九州物产店，文当来买他超爱吃的福冈的名产鲜贝，这家叫做麺貝的鲜贝，文当超爱的。硬くてね、しかも味が濃いの。いかにも博多って感じ。なんかね、九州の味を感じれます。麺貝の辛子明太子味。これ初めて見たからちょっと買おうかなと思って。これ初めて見た。これも玉ねぎ味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だなと思って買いました。文旦本来想买盒装的原味，可是因为盒装的原味只有期间限定的时间才有卖，盒装的话只有特殊口味，所以文旦想说买小包的，就小包的就是想用其他口味也买买看这样。最後、麺貝のプレーン。やっぱね、これがね王道でね一番美味しい。だからね、今回は2袋も買いました。午餐跟文旦来吃泰国料理，其实本来是想要去吃一家意大利面，我们两个以前很常吃。可是我们刚去看的时候，发现他菜单完全换了，没有我们想要吃的意大利面，所以我们两个才吃泰料理。でもなんか雰囲気すごく良くて、なんかランチにぴったりだよね。很有外国感ね。でもなんか多分また夜は中の雰囲気暗くなって。またディナーもいいんだろうなと思った。お酒飲みながらね。我们点的是午餐 set， 午餐 set 有前菜，还有炸虾吐司，还有主菜跟可以喝到饱的茉莉花茶。可是我跟文丹因为太想喝麻辣汁了，所以另外点了一个。干杯！やっぱグラパジュース美味しいね。日本じゃなかなか売ってないからね。スーちゃんと私出会う前にグラパジュース飲んだことある。だからルーちゃんが台湾で緑の。黑松的黑松芭乐汁超好喝，あれ飲ましてくれた時にあれからグアバめっちゃハマったの、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こういう風に2人の時間なかなかないから幸せ。あ、本当に何も気にしないでご飯に集中、あとまあルーちゃんと会話できるってのなかなかねなかったからね最近は。文旦的打泡猪肉饭来了。美味しそう。このねプルプルの目玉焼きが大好き。我点的是泰式炒面。开动！开动！文当好可爱哦，平常都在看马吉，终于有办法好好看文当了。我们看完柯南了。明白，来ました。我们两个虽然每年都会看柯南，但是因为今年大家都说今年柯南真的非常特别，因为是有怪盗基德嘛，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期待。但是老实说，我个人比较喜欢去年的柯南。今回はね、やっぱね、恋愛とアクションもね、すごくて良かったけど、謎解きの方がね、理解できない部分があって難しかったね。まあでも私にとってきっとハットリくんとコナン一緒に見れるの幸せ。まあ確かにね、あの3人が出るのだけで幸せだよね。台湾的话应该是暑假才会上映吧，大家看一下。いやね、今回いろいろ分かる部分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お楽しみに。そこを言わないで。
那我们俩现在要回产后中心了。まあね、正直もちのこと結構心配してます。对，就是满脑子都在想宝宝的事情，完全没办法专心。然后给大家看，刚才我跟文当在餐厅，我们在设定我们的手机桌布，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桌布都设成马吉，超级可爱的。就真是爸爸妈妈滤镜，就觉得小孩子真的太可爱了。いや、今日という一日を大切に過ごしてよかったね。我跟大家说，如果大家还没生小孩的话呢，请你们一定要把握跟另外一半好好相处的时间，因为生小孩之后真的就完全没时间了。结果回来还是忍不住跟马吉玩，太可爱了。爸爸跟毛毛还要在看相机啊，他真的好爱看镜头。ずっとカメラ見てるな。你是在看妈妈对不对？不是相机。爸爸跟妈妈跟毛毛，毛毛。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还买了两本育儿书，一个是《李乳石新百科》，因为马吉差不多要开始准备李乳石了。育儿新百科呢，它里面有小朋友每个月龄的时候应该要会的大动作跟细动作，还有发展。因为我跟文章是第一次养小孩嘛，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想说看这本书来了解一下小朋友的状况。刚才我们喂完马吉的奶呢，现在我跟文章也要准备休息。马吉呢，他也会在我们的房间睡觉。因为马吉现在已经算睡过夜了，可是因为育婴室的灯光一直都是亮的，所以就怕他的那个作息会乱掉，所以晚上还是睡在我们这里。哎，怎样啊？你在跟爸爸聊天呢？好棒呢！